头里不舒服啊，嗯，头里不舒服，我又看到那个飞碟在这边转啊，飞碟在这边转啊，飞碟在这边转，飞碟在这边转啊，飞碟转的时候，那个好像那个转的时候对着那个雕像的头啊，在那边转，围着它在转啊，围着它在转。围着它在转啊，转的时候好像是那个它冷却温度啊，冷却，为什么冷却呢？因为它那像那焊的结构啊，焊接了一个护套，焊接在那边发热啊，所以我的那个头里不舒服嘛，类似就是焊接啊，焊接到天上那个结构上去，焊接，所以那边温度高了以后有点不舒服，所以那个非得对着它围着它一圈呢。对着它在吹风嘛，吹风冷却啊，原来是干这个事啊，那我知道了啊，原来吹风冷却啊，那这样搞完以后应该入境了啊，应该这样就入境了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嗯。